哇呜哇呜哇哇旋转中陀螺高速碰撞，哇呜哇呜哇哇陀螺手发出王者呐喊，燃烧作战敌人越强，小伙伴越勇敢，摩擦转换时期信念迸发一身光芒，旋转吧暴龙的力量迎接新的挑战，一起让霸王龙接受新的力量。你是霸王龙，果然是霸王龙。接下来，新奇与霸王龙将参加一场风靡全球的陀螺战车对战。只要展开陀螺空间，小伙伴们就会升级为力量强大的陀螺兽。但不怀好意的异兽兵团企图把力量强大的陀螺兽从陀螺空间释放到现实世界，新奇与霸王龙能否阻止他们呢？ Hi, 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 Thank you.龙眼真火的拥有者，我绝不会让你妨碍我的计划的。原来只是一场梦啊。怎么房间乱成这个样子了？霸王龙！你这个捣蛋鬼，给我站住！好不容易整理好的房间，你要给我弄得这么乱，看我怎么收拾你！哼！古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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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往哪跑！帅气的儿子的耳朵快掉了，只有耳朵帅气的儿子今天也是用闯祸开启的一天呢。现在都几点了？吃完早饭赶紧去补习班。哎呦，妈妈，补习班还没有开课呢。啊，是吗？
那是谁在日历上把今天用红笔圈了出来？今天要上课！书房，书房。那边是厕所。呱呱！太匆忙了，我都乱了。呱呱！今天天气也真好啊！霸王龙，我们走吧。呱呱！哇！小陀螺兽，我们来吃东西吧。下次要小心哦。谢谢哥哥。不客气。星奇哥哥，星奇哥哥。果星奇哥哥，你看，这是我的新陀螺兽。这次我要把你的霸王龙比下去。勇气可嘉。既然这样，我们现在就来决一高下吧。来就来，这次我一定能赢。上课要迟到了，下一次我们再来一场男子汉之间的对决，做好心理准备吧。好，我们随时欢迎你。糟了，居然被发现了！给我站住！是陀螺空间的陀螺兽，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不好，电流被吸走了！霸王龙，快阻止他！他到哪里去了？去那儿干什么？难道他想……大家不要上车，危险！不好！哈哈，容泡息，尽情的吸收能量吧。哼哼。你赶快拦下他！霸王龙，我们追！Oh, my God.
啊，车上有怪物！又坏我好事。容炮蜥，我们去其他地方。霸王龙，绝对不能让它再破坏其他地方。过来，过来。龙炮蜥蜴，现在你可以尽情饱餐一顿了。哈哈哈哈，快成功了，我们快要成功了。你们在做什么？我那当然是让龙炮蜥蜴完全进化到战斗形态。成功了，龙炮蜥蜴成功的进化到战斗形态了。怎么会变成这样？下集预告：龙炮蜥蜴居然在现实中进化成战斗形态了，它是怎么做到的？那个神秘的少年又是谁？就在心奇疑惑时，龙炮蜥蜴已经向他和霸王龙发起进攻了。心奇只好打开陀螺空间，让霸王龙也进化成战斗形态和他对战。到底最后能不能击败对方呢？请看下集《陀螺兽对战》。